大家好，我是贵州李俊。今天呢，我们走在贵州大山里面啊，在贵州新义这里啊，发现了一个城堡，就在这个湖中间。这里是贵州新义的吉隆堡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房子吧，特别的壮观。我感觉啊，就像一个欧洲城堡一样，像我们平时在电视里面看那个迪士尼乐园那种建筑，就在这个下面。这里的石头也是很有特色，而且在当地到处都是种那个芭蕉树嘛，就跟那个香蕉一样。看这个，哇，好危险啊！你们过来看，就在这里，好壮观呀！这样一看，完全感觉不出在贵州，而且还是在大山里面，在大山里面能建这么豪华的房子啊，真的是不简单。